我们今天往昆明走呢，走到这个服务区，发现有小鹏的超充站，充点免费的电。云南这边天气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的。到了云南这边，中午天气特别热，今天给果果买了个冰激凌吃。果果，心心念的冰激凌终于吃上了，这是三色的呀。妈，你把毛衣都脱了，还你乐啊不？到昆明了，现在办理酒店入住。果果睡了一路，睡醒了吗？看你这活泼呀！看看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酒店，我们已经开好房了。休息一下，咱们出去吃饭吧。咱们等会儿去那个昆明老街转转。妈，好像哦，还带阳台呢是吗？走，咱们现在出去吃饭去了，准备。我们现在到昆明老街了，这边有美食街，去里面吃点特色小吃。小桥上的蜡雕，每刻知他在等谁。云南特产鲜花万丝饼。要火腿吗？五个什么味道的？尝尝这边云南特色鲜花万丝饼。马红小吃城，我们还没吃过抄手，这个就是抄手是吗？没吃过啊，我们第一次吃抄手，哎，跟胡同一样啊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抄。这个是蛋包饭是吧？啊，对的。我们要的抄手上来了。抄手跟北方的馄饨看起来是一样的。我妈要的是焖肉丝，要的这个是乐山油炸串，这个是包浆豆腐。果果，你吃的是什么呀？饺子，好几天没吃了，还是那么香。我要的是干炒河粉，还带了一个鸡汤。我们这一顿样样挺全乎的啊。我们吃完饭了，现在昆明老街上转转。今天吃的特别饱，刚才那个地下一层的小吃街量大实惠，我们花了100块钱左右吃的饱饱的。天池的水，对歌的少年，生怕你竟有人相随。古道的风，百转千回。逛着逛着，发现这儿有个文博会，是杨丽萍的生活艺术馆。我爱云南的天，我爱云南的水，那西门千隔三花，玉龙雪山脚下。果果在这儿欣赏孔雀呢。走吧，果果，过两天带你好好去看真孔雀哈。妈，这这个带你去大看一个，个纸片楼，那个楼啊就跟纸片一样不？啊，这是了。啊，走，带去看看。很啥去看一下，见识一下。现在我们来打卡第二个地标建筑——奥城大厦。哇，这个建筑神奇吗？哎呦，哇塞！果果，用个成语形容一下，咱们现在是处于什么地方？哦，坐土观天。对。我要给他奶奶拍一张。今天在昆明老街逛了逛，逛到6点多了，我们准备回酒店休息了，明天起个大早去滇池喂海鸥去。